圆的跳马，他跳4.6。自由式新队李小圆，开场的第一个连接很长，并正涛360，登杠 sharp， 飘空翻 EDD 0.3的连接，登杠 sharp 180 E 的换杠。自由体操项目现在上场的是并腿正涛180，凌厉转体，凌杰转体，并腿曲体耶格尔，好的。后肢两头360很多，我们看一下后手翻越磨成正撑地组的上法。他这道平衡木有6串连接，下面是第一串交换腿结环，哎呀晃了，体叉跳结环，后手翻下摆成做木座，那么这个长串就不成立了。自由腿低于水平的转体360，这是一个 A 组要求，满足了编排要求。小帆拉拉提，刚才我们说的满足了编排要求。交换腿劈叉跳，向前劈叉结环跳，后手翻一次落，这个长串成了 CDB 的长串，加0.4。下面又是一个连接，团身侧空翻，横木横分跳 DD 混合连接0.2。下面又是他一个长串，挺身前空翻，哎呀晃了。那么后面这两个总分跳横分跳，本来这三个是能够去挣0.2的加分的，现在0.2连接加分就没有了。下法毽子后直720，刘三姐后直1008接前臀回笼 EA 技巧直接连接0.2。他的转体啊，力种很高，轴心很正。后团两周盯住，唱支山歌给党听。蹲转720，交换腿结环，直立后空翻转体900，向前劈叉跳结环。港西。